我的血部大处啊都会一半。是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大毛，先盖掉，哎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没有工作做，或者是在家里隔离没有事情做，是不是？来，我去一个地方。Dominate the sky, win the war. 时下超火的即时战略军事手游 Warpath。 诶， ND 也在线。哇，竟然有敌人在攻击我的基地， ND 快来帮帮我。如果你打不赢标志，你也可以叫你的 brother 来帮你，有一起并肩作战的 brother 们，叫他一起来玩吧。如果你打不赢，是不是除了掉水帮忙还可以抽卡？来看我一发神脸，看到吗？极容易金色传说，强力有五星兵卡，抽到你送。这个游戏里面有64种战斗机，104种坦克，34种火炮，还有加27种步兵的武器，很真实，而且还是3D。如果你不厉害玩，是不是不要紧？现在他们有一个活动，这次的活动呢，聚集了8个马来西亚的首席游戏主播 Solo Daddy Wu 和职业选手 Fredo Walkie 等人组成联盟对抗。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呢，要 join game 的话呢，可以加入他们的联盟。如果你赢了的话，你就可以赢到 PS5 Switch Cash 这些奖品。等什么？快去下载然后参加 Go。今天呢，又是一年一度很麻烦的特辑。哪里有麻烦？麻烦人。多善解人意。善解人意。3月多，你才把我星球都 OK。因为他的生日在2月26号，然后我最近因为开了唐僧八姑爹，然后很忙。所以现在大家去弥补一下啦，原本庆祝一天了，他讲 OK 延迟吗？就庆祝3天了。OK， 总之咧，今天就是周一情侣，然后带他去玩，他要去哪里我就带他去哪里，跟着我的步伐就是去 Enjoy Life。Enjoy Life。OK 啦，我们现在要去 KL 玩，然后过。今天就拍整个他的生日的特辑给你们看，重点是我送他的礼物。之后你们慢慢看，这一次不一样，因为这次大出血。Let's go！ 爽吗？爽，因为大家没有帮我庆祝，全世界人都已经帮我庆祝完了。所以我是最特别的，所以我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了。因为他跟我讲他要去 KL， 他要去 Chanel。我已经懂我要哪一个了，所以如果那边有线路的话，就可以直接买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会跟那边的 staff 联系，讲有货会第一时间通知我。然后所以就是一定要买就对了啊。多少钱你懂吗？大概呀。啊。10多20。说不定有这样的那种无良商家，要这种选料。妈的，10多20钱一个 bag 哎，到底怎么买？10多20在选料里面算是 normal。还有吗？是有一个 OK。红色真的太耀眼，红色也百搭，不够黑百搭。可是你懂去选料哦，要拼时间的。这个我不懂，我已经安排朋友帮我订。如果买得到选料，去到选料你就爽了，是吗？这样我其他时间可以去做工吗？可以，那个只是买礼物了，其他的部分还要完美。不过我安排也没有安排什么，我都是安排球球哎。我们只是吃一餐比较特别的餐，你现在只是买入门票进去走走吧。给那个。去玩就对了啦，总之这次就带他，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他要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哎，不过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了。什么礼物？那是我自己私人的礼物。等一下送你了。这一轮上来 KL 哦，我的血部大处啊都会一半了，够力啊这次。哇，这样美的、哦。怪不得他特地上来讲，今天早上来，明天才去玩，今天一整天在这个 hotel。 我这种人是该死的嘛，因为我不会安排嘛，叫他自己安排咯，他安排怎样我们不会怪他吗？哎，我已经手下留情了。这个算是五星级，可是是平价的五星级，所以你看我选五星级，可是我又选平价的。好了，也很久没有住过这样好的酒店了，今天这次来就要享受享受一下啦，贵妇的感觉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人带我们去房间了。哇，这个 view 我好像看过这样嘞，我有来住过是吗？来了来了，哇哇哇，还有那个换衣的地方的哦，哇，还有浴袍哦，哇，浴缸哦，还有一个做工的地方哦，
哇，这个床真大个哦！看一下，有 sea view 吗 ？sea view 吗 ？city view。This is city view。所以今天多夫人的安排呢，就是今天一整年就在这个地方玩。像我今天去啊，今天在这边休息，没有东西拍了。明天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带我的老板娘去这个血尿店的时候才拍给你们看呢。OK 啦，今天我们在这边玩先呢，就是在这边休息啦。总之，明天才会出去玩，所以明天早上才拍给你们看。The next day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今天我的生命即将结束，因为，哎呦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去旋转。哎，那个餐厅是会旋转的没？讲是这样讲，应该是对吧？就是在空中旋转，不然会掉下去嘛。我们老了嘞，看我大大只这样，其实我是很怕死的。不然我们去吃鸡饭就好喽。看嘛，女人的现实与真实的心灵。这东西，老板娘带我来吃空中旋转餐厅，其实是她准备好这些，没有办法。像我这种直男，如果给我准备，是不是就是吃鸡饭了？看嘛，要不要爆了？下一个生日给你挑战，有什么好挑战？你给我挑战，你就不要后悔嘞。这么我来吃东西哦，感觉是好像来游乐园这样啊。这个放在这边，你看，它在转了，慢的在转动，所以会没有什么感觉。其实我了解了，它不是建筑物在转，它只是这片地上在转而已，而建筑物是死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旋转餐厅旋转可以快一点，没有什么感觉。我跟你们讲，这所谓的空中餐厅根本是骗游客来吃。如果这样不想做这个餐厅，我真的可以叫他不用做，真的没有一个是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这边里面最好吃的是什么？西瓜。真的，我想快离开这里。我们喝完先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 OK 的。他的蘑菇汤比较 OK 的。现在我们要看它的水族馆了。今天做一天的游客，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，支持马来西亚的水族馆。来来来，可以进去了。哇，蓝的没有冷气的哦。这里比较不像水族馆，比较像骗钱的地方。哎，有一边好像是人家开的世界舰的嘞，我记得。那这样应该不是在这里是吗？是。然后完了嘞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我们是来聊耶。OK， 我们刚才中骗了一个海底世界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原来这个海底世界是在 KLCC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 KLCC 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越来越靠近啊，终于来到对的地方了。我很喜欢来这种看海底动物啊，看动物的地方啊。如果呢，在人的世界我长得很丑的话呢，在鱼的世界长得很丑的就是它了，够丑。不过它有点强壮的感觉，对呀，有点很健的感觉，果然像我，够健。这只更丑，比刚才那个更丑。哦，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地方，海底世界。哇塞！哦，哎呦，你的鼻孔在下面哦。它也游不快。哇，这个真的大毛！哎呦，直接盖掉！哎呦，哇，撞，上面在喂东西啦。Later。哎，老板娘。Yes。这样，好玩吗？今天你的生日，有没有比去年的不一样？有。往年我们只是在新山走来走去嘛。对。今年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选两位？我这个礼物是这个。这个卡呢，是如果哦你要出去外面刷也是可以刷的，密码我 set 好了，等一下我会给你讲。所以你讲要买的选料杯呢，就用这个刷。对，不要用丢掉，人家拿到这个卡就可以刷我的钱了，不要像傻巴傻巴这样哦。哇，啊，阿 B 杯赞助了，真的没？阿 B 杯的广告。赞助多少钱？就是讲可以刷多少是免费啊？刷多少是免费的，你也不用还。对呀，可是你还还是 Bobby Bank 有还。Bobby Bank 还呢？还第一次吧，那一生人，我以后想要怎刷就怎刷，一生人乱用都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好啦，这样我要买车换。
一个月只有 limit 的吗？多少？五万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应该没什么用。这个是放在你的钱包很久了，是不是？看他的那个钱包了，刚刚去弄放在那边的啦，然后过后弄到这个啦，靠北靠布，这是林北的钱啊，林北就是这个 Bubble Bank 啊，你不好去刷到完啊，林北，这是啥嘞？ Bubble Bank 会给你这样子刷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 Bubble Bank 要找我打广告啊？愚蠢就是愚蠢，不要紧不要紧，耶，等一下去刷第二粒雪鸟杯。可以不要选那样贵的嘛？我选那个应该十多二十。OK， 不可以超过十五，超过十五就不可以了。超过十五，剩下我自己。这样超过十组就剩下自己做。不可以。说不可以。十五。礼物是我自己选的。十五超过了就我自己。你们有你去外面找，有哪一个男朋友送女朋友十钱的礼物？也没有。我不是那些人吗？你即将是啊。我已经看到 Gucci， 也看到 Prada， 也看到 LV 了。现在我们要去的是闲聊了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哇！来了，老板娘 ，shopping 模式 on。我想要看那个 F mini 黑色有。F mini 黑色是上层有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更有的看吗？看吧，我可以给你看类似的 size。啊。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嗯，我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问，多少钱？这个才是重点。顶个顶个，19,250。十九，我没有超过二十。我走路有一点歪。19,000一个 bag。女人。好彩呀、啊，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存多一点钱呐、啊，吼。三月找不到就等六月，六月等不到就等八月，对吗？对。各位商家们，有没有人来找业配呢？每一天剩你们就好，帮你们打广告啊。这样你今年的生日你满意吗？满意，有选到 bag 耶。满意啊、哦。还有卡。哎呀。Day three。嘿，今天是我们周一情侣朵夫人生日篇的最后一天。哎，老板娘讲要去。云顶秋下吹个风，然后他讲晚上呢要去马六甲吃个晚餐，就可以回家，我的工作就完成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现在去云顶噻 ，Let's go！ 啊，来到云顶哦，这样你现在要去云顶哪里？机场，我去哪里？你要直接去机场？去机场干嘛？先捞一下，然后出来再去。真有我的心意。叫我先去赌场先呢、啊，等下才给你们知道我们出来的战绩如何。Five minutes later. OK， 我们从赌场出来了，那赌场真的不可以去啊。刚跟安哥林打了招呼。对哦，我每次来哦都会跟安哥林打一个招呼，结果今天我上来的时候在睡觉，所以我没有打到招呼，结果就给他吃掉我3000块了。哇！等下我们现在去跑跑喝茶，吹风一下就下山了，然后我们就去马六甲玩。老板娘啊，海地爽吗？爽。没有背啊，只有这个海地。我顶了。还钱啊？还钱啊？你啦，害我的啦。那3万9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他害我的，懂吗？就是他一直介绍他那种背哦。我可以吃的没？吃，因为我们这些网红要拍完了才可以吃，是吧？你呀、啊，教坏他都是你啊！不理了，不理了。我觉得那个你这个、你这恶魔啊，你懂吗？你还教他玩背？你看，你看，他们三个女儿噻。啊，那你看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，又一定要买。这个也是，这个大魔王，这个恶魔一号，教这个小恶魔。在教导我。完了，我想象到我以后的人生。怎样 ？OK 吗？这次的生日之旅 OK 吗 ？OK。然后你的生日礼物喜欢吗？喜欢呢、啊。以后如果我不在的话，你就可以拿那个卡，你要买什么东西，你就可以自己去买咯。可是哦，可以稳一点吗？可以。不要乱花的可以吗？一定可以啊。可以啊。这样子，今天这个你的生日之旅，我可以交差吗？可以，及格今年。及格啊 ，OK 啊，好了。这样子可以了，我们也去赌完输了一清光出来了，
然后也订了一个血尿的杯给他了，然后也送了他一张信用卡给他认刷了，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没有办法更精彩啊，很精彩啊，所以明年有那个卡，我可以去创造出不同的精彩。完了完了，我看我只可以努力赚更多钱了啊 ，OK 了，好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今天我们的周一情侣多夫人生日特辑就到这里了 ，OK。OK， 来帮我结尾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按照你的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有没有？我每次都没这样讲的。这是我的频道。我每次只是讲 OK， 今天影片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各位商家，各位 agent， 有什么业配记得找我啊！生活艰苦，再加上有一个喜欢包包的老婆。